可观众们，今天呢，哦，要来开箱这台最新的点券车明霄。可以看到呢，它的特性呢是 CWW 喷后的首个小喷哦，可以额外提升最高速度，腾空的时候呢，70%的概率立刻获得6%集气。左下角那群不要理它。然后呢，看一下它在哪里获得呢？它的礼包里面，台服的新的点券车。那这台点券车呢，还蛮香的，它的特性呢，速度啊跟集气都还不错哦，是蛮强的一台点券车。我们就直接把它给抽出来。那这个礼包车呢，保底一直都是固定的价钱啊，它的数量我记得都是维持在110,000点券左右哦，全抽到的话，那它基本上呢是一定保底的，因为它的那个几率呢很难不保底，非常非常的低，就是不保底的几率很低。90天，哇塞，90天呢？其实一般人如果抽到90天的话，现在这样就可以收手了，好不好？基本上就可以收手了。剩下的真的想要抽，再慢慢把它抽出来，不急着花这个点券的钱。好了，那么我就直接把礼包的永久的钱呢列在这个位置哦，给大家参考。那如果你想要抽到永久的话呢，再自己斟酌考虑哦。这边钱不够，留下抽其他车的扣打。这个车呢改满了，建议改一个右左。第一个呢是机组最高速度、小喷时间、小喷最高速度跟小喷动力。第二个呢是氮气最高速度跟氮气动力。接着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明霄速度。我已经好久没有测车子了，一个月没跑，来看一下这个车的手感怎么样。245.4，WCW 呢是291.7 ，CW 309.2，然后 WCWW 313.5，然后呢看一下 CWWW 的速度 ，CWWW。317，好，再看一次 ，OK， 317，WCWWW 321.4，321.4，所以这个车呢，整体的速度其实是真的不错的，在腾空图的部分真的不错。然后小喷时间大概0.68，好，0.68，我们来跑北海渔场。来跑一下，试一下这个明霄。然后它腾空的时候会有70%的几率哦。感谢订阅。主播晚上好。晚上好啊。感谢 W E I E N 0806，感谢续订。C W W。哇，少一个地方。它有70%的几率呢，会触发这个集气效果。所以其实腾空图来说，它的气量非常舒服，然后还可以叠三个小喷的速度。1、2、3、4、5、6、7、8 ，WCWW。1、2、3，哇，中刀！好，加一个氮气，就是很香啊。这个确实是蛮香的，气量很够。然后可能之后跟这个车有得比的，可能就是神影的吧。哦，未来会有一台免费的车神影。什么时候出呢？不知道啊，会不会出也不是很确定。那个车在路虎当初刚出来的时候有点太强，然后听说有稍微调整一下它的性能啊，现在好像没有当初那么强。1、2、3、4、5、6、7、8、9、10、11啊，整体的成绩呢是很不错的。这个车哦，就是车速有，然后速度也不错。来了，各位，久违的戒赌台又来了，连3D 来了，来个腾空图吧。车值得买吗？如果你都不氪，这个车基本上一定要买，因为你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勋章车也排除在外嘛，你完全不氪金，勋章车一定是排除在外了。那这样的话，这车就能充分展现出它的价值，在腾空图的时候，那之后再搞一台这个平地图。哦，差不多。
对于无氪玩家来说啦，我觉得很够用。一二三，哦，来看一下他的机器。哦，这个机器有没有？就这样一直加，一直加。啊、哦，我怕他没加气啊，还是放一下好了。哈，哎呀啊！程序 CWW， 哎，为什么这个图没有阴影啊？是我的设定的关系吗？WCWW 一顺侧，哎、欸，为什么没有阴影？哎、欸，为什么我的这个车有音那个钢琴声啊？我这台不是鸣箫吗？我橘色的游戏也是玩了好多哎、欸。我这个开气很有料哎、欸！我这个开气的氮气声，看起来是动力十足哎、欸！天啊！完蛋！哦，连三场第一要倒了。来了，用我机甲开机声，机器之尊。啊！完蛋！啊，我忘记，你们不要忘记，我已经一个月没跑了。我是忘记这件事情了。还有的追，各位别放弃，他会失误的。还有一圈，啊！别怕，我们有加分就好。恭喜神城爆冷门。上次玩这游戏是出魔王的时候，哇塞，那你是有点老了。小赌怡情，大赌换贝壳币。蓝蓝帮的名车，别提啦。现在想到名车，我只想到豹哥的那一台啊。说好的永久豹哥 V1。哦，直接变成名车了，对不对？说好的永久变成三个月啦！哎呀，那真的没办法了。没事，然后等一下也会玩一下。这个也是比较难跑的地图啊，这个图。啊，没去到。哦 ，CWW， 这里侧身 ，CWWW， 好，三个小喷提速。
这里开气削一下下过来，然后这里稍微断鸟，连续，然后这样飞超远。W C W W， 这里把气推远一点。C W W， 这图还是比较注重那个推氮气的节奏。这里放个 E C U， 哦，刚好补足。这车特性没办法跑这个图。说好不提，不过极速领域就没有跑跑这么不乐观了、啊。说实话，极速领域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一款相较于跑跑而言更容易上手的一款赛车手游。要你选车，我来开吗？下次好了。一二三，暗中快出，停滞。一二三，哦，续到了。哦，伸手回来了 ，W W。不过他为什么没有阴影呢、啊？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想知道。我开高画质，觉得这个地图没有阴影，觉得怪怪的。好，不用机器了。哦，这边他会自己加气，香烂，用弹的好了。这里封杀 C W W， 顺侧。太快了吧，顺侧，然后双杀 ECU， 停止点一下，一二三 ，WW， 顺侧，一二三，这里全踩。弹射，出一半，这样会满吧？加气加气，哇塞，真香！一二，顺侧，哇，没测到，哇塞，31，还想要11层啊？休想！哎，不过说真的，其实我蛮希望跑跑 PC 版完整移植到手机上之后，透过手机上的那个优化简易操作，然后可以玩到很接近跑跑 PC 版的游戏。我蛮希望跑跑漂移出来的时候的手机端优化是做得很好的。哇靠，真的11层！所以最近被演算法眷顾的感觉如何？没有吧？主播加油，别搞！也就是只有那一步而已啊。弹气，弹射，弹气，可以哦，可以哦。这里 ECU， 哦哟，车身。没出弹射，哦，这里续两下，慢中快出 ，WW， 延续，这里直接弹。新车吗？对啊，这台是最新的点券车啊、哦。跑十一层特别香啊、哦，完全没特性。好、哦，弹射出了，哦、太早出弯。WW 这样跑多少？哇，有5599吗？哇，刚好5600 ，finish， 恭喜蓝方获胜。跑C层还是不够力啊，这个车
基本上还是只适合跑腾空图。下一个小分不是会有吗？那 CW 不是这个图出了，但其延续续那一下之外，其他地方完全没有特性。不小黑就五五了，哎，没办法换啊。